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好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卓飞。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系尾呢个 season 尾嗰集啊。上个礼拜咧就听我正话咧翻嚟录音之前咧，我又听翻上个礼拜录音咧，就讲到模模糊糊又唔清唔楚，又话两个礼拜一集。咁跟住点样去到第二节咧，又话今个礼拜咧就变咗星期二咧就会出啦。咁样咁个原因咧，即系呢个容许我讲少少嘢先啦。啊，因为点解咧？我啊。出咗个 post 喺 Facebook， 咁我就话如果大家唔想睇电视嘅，咁啊不如听 MJ13 啦，咁样，咁同埋整间夜啲吓，即係今日嘅出街嘅时间晏啲，咁啊妖言惑众嗰边就做 live， 咁跟住呢啲人就出 post， 咁啊当然即係大家好支持啦，咁好多谢大家啦，咁跟住有啲人话喂你唔怕你又会得罪个即系无线嗰边 TVB 嗰边咩，跟住唔揾你上去咩，点咁。咁我就喺度回应俾大家听，係啊，我冇叫人去熄机，我只係话如果你唔想睇呢你就可以听 MJ13 咁解啫。咁第二样嘢我都係不断咁回应㗎啦，即係佢叫与唔叫，我深信呢又唔会因为我做唔做节目就叫唔叫我嘅，咁如果唔叫嘅都冇办法㗎，係咪？咁叫嘅咪继续叫囉。咁有啲人就话咁你叫人熄机你就唔好上去啦，咁样。咁我冇叫啦，讲多次我冇叫人熄机啊，我从来冇叫你哋熄咗电视唔好睇，我冇咁讲啊，我只係话你唔睇嘅就可以听咁解啫。好啦，咁啊呢个回应完啦，咁啊明就明，唔明就唔明啊，如果有心搞事嘅有心搞事啊，即係讲完啦，就係咁啦，唔再回应。好，今集尾二一集，咁我上个礼拜都透露咗少少，咁啊今次都应该会有返呢位朋友，咁啊先强调多一次，上个礼拜甩我底嗰个嘉宾呢唔系呢位朋友啊，呢位朋友从来都唔甩我底㗎，我放佢飛機就放过甩底佢从来都唔甩我底嘅。好，阿 Phil。你好你好。嗱，如果大家有留意，不知不觉你上嚟 MJ13 上次上嚟就係去年圣诞。是咩？是啦，平安夜我仲要啱啱过咗呢个12月21号嘅世界末日。啊、哇我真係唔记得囉。上年嘅事啦，咁、啊、今年而家又就嚟到圣诞啦，近圣诞啦，而家都11月几啦，係咪？咁、嗯、啊所以差唔多一年时间啦，咁啊上次啊 Phil 啦呢个再 recap 返啲听众朋友少少啦。上次阿 Phil 嚟呢就係讲緊一啲军工嘅军事工业嘅技术嗰啲嘢啦。咁嗰集呢其实就有啲回响嘅。点解呢？就係因为嗰集出街嘅时候呢，咁讲咗一啲智能手机啦。係。係I 好唔 I 好。係呀係呀。一系就 A 好，一系总之一系 I 就 A 㗎啦。唔系 I 就 A 㗎啦，係咪先，即系总之两个唔同嘅平台都好啦。咁又有份做一，即係有做一啲可以做到一啲监听啊、监视嘅工作啊。节目一出街，听众朋友呢就话有冇咁劲啊，係咪呀，我唔信啊，係咪啲嘢係咪咁坚啊。上次再讲咗一样嘢，即係讲緊话嗰啲玩打机，其实你係同时间博通咗个 server 係训练緊美军嘅。係。一啲战略上高嘅嘢嘅咁。
讲咗出嚟，啲听众朋友都话天方夜谭，即系我唔明嘅。其实嗱，好笑嘅，听众我嘅听众朋友系会相信有鬼，会相信有 UFO 有外星人，但系佢唔能够相信佢用紧嗰部智能手机系可以监听佢嘅。即系呢样嘢原来仲难相信佢有外星人嘅。咁 anyway 唔紧要，即系事实胜于雄辩。节目出咗街唔够三个月，跟住呢、这个 Edward Snowden 呢、这个你叫做咩啊？斯仔斯诺登就走出嚟爆啦，就话其实某大嘅手机智能手机商系，甚至某大嘅呢个搜寻器嗰间公司吓，一系 G 一系 A， 嗰时系 A G 入边嘅 A G。两间呢其实甚至连 even 我哋嘅 Facebook 是其实都系有份去即叫做咩呀，即将你嘅资料啊，系咪呢个叫监视监听监控啦，监视监听监控，即系三呢啲我哋接触到嘅嘢呢其实都有份去参与咗，或者唔好话参与啦，即系可以用到佢嘅技术是喺呢几样嘢呢个范畴里面啦，监视监听监控嘅范畴里面。呢、这个亦都系讲返系因为美国开放互联网技术 ,Internet 嘅技术啦，其中一个用意嚟嘅。我、哦、原意系咁嘅。当年已经系上呢个方法㗎啦。啊，所以呢即系啲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呢就呆一呆。即系睇完个新闻有件咁嘅事出嚟之后即刻就嗱，当日嗰个新闻一出街。系。我都未知嘅，因为我系喺车嘅途中翻紧嚟公司。嗰、那个新闻一出街，我个手机响到不得了，嗰、那个 WhatsApp 响咗三十几个 message， 就系啲人一睇完个新闻，第一件事就谂起 MJ 十三，好啦，就谂起我谂起你讲紧嘅嘢，即系啲人完全开头都唔信噶。系你讲完出嚟喺节目出咗街，啲人系唔信嘅，即系觉得有冇咁夸张？结果几个月之后就俾晒所有事实俾大家睇。其实你讲完之后两个礼拜呢喺外国嗰啲传媒呢其实已经有人已经讲緊个监听计划啊。係。讲緊佢哋系完全利用你个 Facebook， 啲人咪打卡嘅。係。即系嗰啲叫 check in 呢咪会打卡，即系话你而家喺边啊，咁样你影张相喺边啊，你影张相个 location 啊。其实系全部你所有嘅资料呢基本上系已经知道晒你个生活嘅 pattern。即系卓飞喺边度翻工？卓飞个录音室喺边度？佢全部已经知道晒嘅。其实我而家喺边度，大家知道晒嘅。我哋嘅即系我哋俾钱付款嗰啲卡咧，系嗰啲通咩通咩通嗰啲卡咧，全部已经系记录晒你去边度嘅。咁其实全部都知道晒嘅。咁只不过当时大家都唔认知，直至到斯诺登走出嚟讲咗，大家先认知到呢样嘢。嗱呢度咧，我就即系讲多少少啦，又咁就是、你成日都间唔中又讲多少少，系我好中意讲多少少嘅，点解？因为突然间即系个脑海又飙翻啲嘢出嚟。系嗱，咁其实如果系我哋用现金去购物，用现金去消费咧，不但只系最安全、最好嘅消费模式，同埋就系对你自己个人嘅财务管理咧系最好嘅，因为你银包得咁多就使咁多。就唔好似碌卡咧，就哇碌 OD 咗都唔知，碌爆咗都唔知，临尾仲要俾利息银行赚添。所以现金呢个消费模式其实最好 the best。咁喺即系大家一个生活上嘅我叫自我嘅一个管理啊，财务上嘅管理啊，都最好嘅。起码唔使话俾人听下你喺边度 shopping 啊。即系你而家拿住个信用卡，信用卡好，嘟嘟卡好，乜都好。总之系卡你都唔碌啊，咁你唔嘟。咁你俾现金俾 cash， 两毫子咪两毫子咯，吓就咁咯。再唔系你俾一蚊就走入八毫，吓你都系最安全嘅，最安全。起码人哋唔会知你去咗边，冇错，系嘛？或者唔知你个位置喺边度，冇错。吓咁嗱，呢、這个即系上次所讲嗰啲嘢啦。咁啊，都讲咗呢个，即系而家其实某程度上你咪已经讲咗，其实你用嘟嘟卡都系俾人监视紧嘅咧。系不嬲都系噶啦，香港政府要我哋咁做法，即系一嚟系冇错，方便市民，系冇咁多零钱，冇咁多散纸。其实散纸多，边一个最唔方便啊？好似唔系市民咯。其实最唔方便系政府。冇错吓，反而你讲我一嘟，咁佢就做少好多嘢，咁跟住佢好快知道你喺边。好听就系捉贼，讲实际啲监视埋你吓，再实际啲，我哋变成一个叫做。
data mining、data analysis 嘅一部分，全球人类监控嘅一部分。嗯，我哋帮助緊一个好庞大嘅电脑系统去分析緊我哋嘅起居飲食，我哋嘅生活嘅模式，我哋嘅 pattern， 我哋点样去生存喺呢个世上。嗯，咁嗰啲所谓活动嘅资料全部攞住晒。嗯，可能系你觉得唔重要啊，我不嬲都咁起身，我不嬲都咁行街，我不嬲嗰个钟数。但系一个人嚟讲觉得可能唔重要，但系唔好忘记，如果全球70亿人collect 晒呢个系一个好庞大嘅资料库，除咗知你系做乜之外，你千祈唔好有咩行差踏错啊！嗯，啊，嗯，简单啲讲就系、是、做一个顺民，你永远都系生活快乐嘅。系，你唔好学你话斋，你上次讲过唔好咩啊？唔好 outstanding 啊嘛。系啊，你一 outstanding 就唔理你系聪明嘅 outstanding 定系犯罪天才嘅 outstanding。嗯，吓、啊，结果下场都唔帮好多去边噶啦。唔好以为自己好 outstanding。嗰啲所谓共乜嘢会就会招揽你做会员啊，嗰啲系有钱人玩意嚟嘅咋，聪明人唔得又有钱人啊，两个唔同嘅 level 嚟㗎。OK， 我会铭记咗在心㗎啦，你呢个提议我对我嚟讲都有啲用。好啦真系谦虚嘅卓飞。好啦，即係咁今集呢又系有好多呢啲咁嘅资料去讲，咁有啲就听过，有啲人未听过，正话就讲开，一开场就讲开嗰啲智能手机啊。我哋其实咪可以继续呢个题目呢，因为仲有啲再深入啲去讲啦。上次嗰啲唔系好深入嘅，啲人都听完都呆呆地啦。咁今次啲再深入啲嘅有啲咩料呢？嗱，咁讲我唔讲 iPhone 住啦，我亦都唔讲 iOS 住啦，我只讲 Android。咁 Android 大家都知系嚟自 Google。咁佢Google 后面嘅金主，嗱金主黄金嘅金啊，主人嘅主啊，即系边个 finance 佢啊？咁好明显地就系 CIA 吓，咁啊好明显地噶啦，咁啊 CIA 系美国嘅 CIA 系 finance 紧，同埋一啲叫亲美国政府嘅一啲叫基金嘅公司啦，即系叫啲投资公司啦，就分定紧 Google 嘅吓，咁啊，因为 Google 做嗰啲嘢咧系 which 系。喺一个做 data mining、做 data analysis 嘅角度嚟讲咧，系非常之有用、非常之有帮助。嗯，吓、啊，甚至乎，佢即系有取替 Yahoo 嘅一个咁嘅方咁嘅趋势吓，绝对系啦，系有取替。而家都系啦。咁当年其实 Yahoo 都做呢啲嘢啫嘛，咁点解会 Yahoo 开始没落而 Google 开始上咧？嗯，唔系话 Yahoo 个 search engine 唔掂，唔系话 Yahoo 嘅分析能力弱，唔系呢样嘢。嗯，吓、啊、，because Yahoo 后边老板佢系黄皮肤。哦，阿杨生，我冇讲边位啦，咁佢唔肯卖俾 M 记，亦都系咁嘅原因啦。系 M 记亦都代表紧一啲系即系亲政府、亲美国政府嘅基金，去操控翻嘅，但佢唔制。嗯，吓咁呢个导致到即系西方人对黄皮肤仍有个戒心。嗯，吓呢个系一个原因嚟嘅。咁讲翻 Google 啦，咁啊，哎呀，讲名添，咁算啦，咁佢就，佢咧后边好得意，咁佢就发展咗一个叫做 一个 A 记啦，我话 Android 啦，冇咁成日开名唔系几好。你都开咗啦，唔怕啦，你讲咗啲嘢，啲人开头都唔信噶啦，系咯。咁咧好啦，咁啊呢个 OS 佢免费发俾所有嘅手机生产商，嗱点解佢会咁做法咧？原因就系因为。呢位 Google 其中一个创办人，佢同阿嗰个即系死咗嗰位咧，即系超级明星啊，超级万人咁啊，阿 SJ 啊，阿斯蒂芬 Job 啊，系斯蒂芬 Job 系，斯蒂芬 Job 啊，咁就同佢即系倾个偈，嗯，而发现到原来斯蒂芬 Job 系想亦都将会做紧一啲系可以帮助到 Google， 可以帮助到佢更加深入去了解人类嗰个生活嘅 pattern 嘅。咁就係乜嘢呢？因為 Google 諗咗好耐，佢點樣令到啲佢點 get 到其他人一啲生活嘅模式、生活嘅 pattern， 甚至佢嘅位置啊，佢諗唔到，諗咗好耐諗唔到。原來好簡單，就係、是、靠一部手機。嗯，就一部手機，個個都要打電話嘅。係啊，咁所以阿史提芬執就諗，佢諗到啦已經。咁佢 implement 佢發展佢嘅 I 字系列嘅電話佢嘅世界。咁、呢位 Google 哥哥仔，梗系翻到去唔捋反应啦吓、虽然话咁佢 Google 神早收购咗Android， 咁但系好简单，佢冇谂过，佢亦都冇，佢唔知点去 implement。嗯，
因为出面市面上嘅电话比佢嘅所谓 Android 嗰时系好得多嘅电话大把，有 N 记啦，有 M 记啦，吓、嗯，亦、啊、都唔好，亦、嗯、都日本有啲 S 字头噶啦、嗯，所以俾佢，所以佢系唔知点样打入呢个 market， 嗯嗯 ，until 佢发现到，啊、原来史提夫执话系 D 啊，嗯。所以佢翻去之后，即系就系讲话就系 iPhone 嗰个系啦，系啦，就第一代 iPhone 出嚟啦。咁佢就见到咁啊，呢个 market， 佢翻去之后，但系将佢嘅 idea 同佢嘅 partner 大力即系讲完之后，大家好自然一拍即合，发现到系一个好好嘅 media， 佢一个媒介电话系，佢搜集资料，嗯，咁佢就全力发展 Android， 嗯，吓咁啊，当其时咁啊 ，iPhone 已经要面世啦，系佢追唔切。所以佢 skip 咗第一代，嗯，而且 iPhone 系一个 iOS 啦，佢 iOS 简单系 iOS 系一个好封闭嘅系统，嗯，苹果从来唔做免费嘢嘅，佢唔会送出去俾人用嘅，嗯，你要用佢嘅唔该你俾钱，嗯，所以 iPhone 就佢系组织咗一群系有喺市场上喺 market 里边系有能力，又喺社会地位比较高嘅人，或者学识或者收入比较高嘅人去用佢嘅产品。嗯，而 N 记唔系啊，嗯，佢想普罗大众，佢想阔啊，嗯，所以佢免费，佢要好短时间打入呢个 market， 佢得一条路行就系、是、免费。你估佢唔想收钱咩？嗯，佢收唔到，嗯，咁佢唯有系俾其他嘅厂家，第一间就好明显啦，就俾台湾嘅一间三个字母 H 乜乜啦 ，HTC 系、啊、就俾咗佢，咁佢就做旺咗佢嘅，咁啊跟住就俾 LG， 咁啊跟住再俾三叔。每一间收到 Android 最 latest 嘅 version 嗰间厂咧，系就一定系最发达嗰间嚟嘅，系吓咁一定系嘅。咁预示者就电话就因为免费嘅关系，所以所有厂家生产电话时咁自然降低咗，纯粹 hardware cost。嗯嗯，咁变咗佢发行呢啲电话嘅时候，佢做埋啲电话嘅时候，其实所有 N 记嘅电话，嗯，里边嘅 core 大家大同小异。而家有啲賣到成五六千蚊部，有啲賣講緊賣千零二千蚊部。市場策劃啫，呢個係除咗係粒 CPU 快與慢之外啦，啊、就有人謀取緊勁暴利。啊，係、啊、OK 好啦，咁啊，呢個就唔係今日嘅主題。嗯，咁好啦 ，Android 佢咁樣玩法，佢嘅目的就係、是、好啦，用好短時間將所有嘅 Android OS 發去咗好由一般嘅學生。去到一啲叫做即係職業嘅打工嘅階層，即係啲老闆嘅階層，佢、嗯、就可以好短時間掌握到呢一班人啊，人類啦，佢目的係人類啊嘛，就係用電話去起居嘅生活嘅模式，佢、嗯、嘅行路，佢中意集中喺邊度，咩 age group 中意喺邊度，原來中意攏喺邊個公園玩遊戲嘅，佢、嗯、唔知嘅以前，而家知道咗。即係你嘅意思係佢嗱，即係咁樣講就係你嘅意思就係話 Android 咁免費。卖大包送咗佢个 OS 出去俾所有嘅厂商，即系大部分厂商啦吓，俾佢哋去用免费嘅目的，其实佢系要喺最短嘅时间之内，用一个最快嘅方法咧，系攞到晒所有嘅 data mining。系，冇错，攞到所有佢想攞噶啦。目前仲未能够即系手机 coverage 喺地球上，大概都系讲紧廿零三十亿人用紧嘅啫，都未去到七十亿。嗯，但系呢廿零三十亿，即系平均叫每两个人有一个用手机噶啦。系啊，咁大概应该系可以估计到，即系人类嘅起居模式。你会咁好啦，听众你哋会觉得好出奇喎？点解一个美国政府或者一个即系佢咁喜欢知道人类嘅起居模式咧？冇錯，一般人佢真係唔想知你，如果係順民佢唔會 care 你嘅，佢、嗯、想知啲 outstanding 嘅人。咩叫 outstanding 啊？恐怖分子係其中一種啦，係、啊、反美國政府嘅其中一種啦、嗯，反西方文化亦係其中一種，留意啊，反西方文化。嗯，咁、啊、好啦，點解你要強調反西方文化咧？唔係你知唔知？因為同你講嘢咧，要好小心，你嗰啲語句入邊咧，句句都硬係有少少意思喺入邊。即系点解你要强调反西方文化？嗱，我咁就题外话啦吓，咁啊，即系我日后有机会先再补充啦。其实西方文化同共济会系好有渊源，好有关系。西方所谓嗰种叫做系统式嘅教育、系统式嘅生活模式，嗯，啊、所谓西方嘅医疗，全部都系同共济会有好有关系，嗯，吓、啊、咁例如反西方文化喺共济会嘅角度就系反共济会噶啦，好自然噶，吓、嗯。嗯嗯啊咁呢啲佢都要 collect 嘅，嗯，吓咁好，咁亦都睇翻，即系有好彩或者叫幸运地啦，
根據我嘅觀察，就東亞嘅人咧都好親北美共濟會嘅。東亞嘅人，東亞洲嘅人係唔係淨係東南亞，係東南亞洲咁就係都好親共濟會嘅，即係親西方文化，親西方文化啦，咁講啦嚇，冇話共濟會啊。咁就呢班其實 Google 亦都好想知嘅，亦都好想去了解佢哋嘅，咁好啦，喺了原先嘅原意就係了解去 understand 嗰啲人類嘅起居模式之餘，咁順便就揾一啲叫做唔 like 佢啲人都揾埋出嚟嘅可以，大概都揾到揾到出嚟嘅。係，呢個就係喺個美國嘅層面，即係喺個西方文化嘅層面，呢個係一個 prevention， 可以 improve 佢哋更加教育呢班人，佢更加親西方，親嘅咪更親咯。唔系好亲嘅就教佢亲咯，就系咁解。呢个系佢原意嚟嘅，佢原意嚟嘅。咁当然啦，后屘所谓唔觉意落埋你音啊，咪睇埋你咩位置啊咁样。嗱，而家嘅所谓嗰啲所有 N 记嘅手机啊，佢只可以水平面平水平面度知道你大概喺边个坐标，大约喺边个坐标，大约喺边个坐标。你行紧几多步路，你行咗几多公里路，全部都喺个约数。点解啊？因为佢哋已经开始系我叫做抄啦，咁有啲人唔中意听嘅话叫模仿，佢哋开始模仿参考，参考紧阿史提芬作嘅一啲设计，因为佢嘅 iPhone 实在太成功，佢里边原先得粒 CPU 啫嘛，再加埋一个 motion sensor 咁啊，即系嗰啲叫咩陀螺仪，咁啊布埋位置。呢啲好基本 smartphone 有嘅功能呢 ,NG 就全部照版照本参考晒。咁就係 NG 有个唔好处喎，因为佢想准确啲呀，唔好话唔好处啦，佢想准确啲，咁每三秒钟同你报一次位置。咁所以个电话咪好唔襟囉，一年喎讲緊下。咁好啦，算啦 ,NG 佢自己报，咁你识电话 ,sorry, 佢係 OS level, 你係冇得识嘅。你嚿電一樣，除非你掹電嘅啫。咁好啦，咁跟住佢 Android 佢喺 open platform， 佢 open 咁佢送出去噶嘛。咁其他各大手機生產商，梗係有自己嘢擺落去啦。三叔又會 ，LG 又會，咁啊 HTC 又會。咁好啦，跟住有啲叫紅旗 Android 都出埋嚟。因為免費噶嘛，所以我哋國產啲山寨手機，啲 Android 咧，啲手機可以咁平咧，啊，必定有原因嘅。系，咁啊，即系你话嘅国家补贴都系咁讲噶啦。所以而家用紧 Android 唔系净系报俾阿 Google 听嘅，系报俾手机厂听啦，报俾佢自己政府听啦。唔理系韩国嘅政府、日本政府、台湾政府、国内嘅红旗政府，全部 even 你嘅即系东南亚啲国家，总之佢有啲叫 localized 嘅 Android， 佢就会报俾当地政府知。咁其实呢个系 Google 唔刻意地教识其他所谓其他 party 系啦，都去做埋呢啲嘢，就变成一个叫做即系讲得好听啲就系、是、大家一齐犯法就变咗唔系犯法啦。OK， 呢个就系 NG 嘅，系咁好啦，咁喺各位嚟讲，你都唔觉得 NG， 即系可能觉得 NG 唔系咩问题啊？三秒钟咪报咪报咯，冇电咪叉电，冇电咪换电，即系咁啫。但系你不停话翻俾人听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啊？就嚟迟啲要吓。咁点解咧？因为苹果又做啲好嘢出嚟啊！佢而家新嘅 iPhone 5S 里边有粒叫 M7 嘅 processor， 呢粒系一个 accelerator 嘅 detector 嚟嘅。系一个咩话？系一个咩嚟话？加速器嘅感应器，感应你加速嘅一个 sensor 嚟嘅。点解咧？佢可以 detect 到你由地下上升搭 lift， 佢都知嘅。都可以 detect 到嘅。以前 detect 唔到嘅。你上一集你话啊嘛，其实根据个陀螺仪同埋根据你一啲即系另外一啲 data， 其实可以计算到你个高度噶嘛。高度啫，但系你唔系加速紧，你唔知噶嘛。即系你升降机途中啊，你行紧楼梯，佢唔知嘅。以前系。就计到你高度啫，就咁多。咁但系高度改变咗，咁你系点样改变嘅咧？你行楼梯系搭 lift 定坐飞机咧？佢唔知嘅，而家知啦。而家知，而家变咗佢知道。咁啊，点解佢点解需要知呢啲嘢咧？梗系有某啲原因啦。如果唔系，
蘋果無啦啦放粒 M7 落去，即係我嚟發展寫遊戲咩？咁、個原因係咩呢？其實同西方啊，同西方文明國家文明社會啦，西方文明有個好大嘅要求，就係佢哋有個要求，其實叫做全名叫解釋叫 Apps， 全名叫做Agency Protection Programs。Agency Protection Programs 啊，咁咧其實簡稱叫 Apps， 所以蘋果啲咪叫 Apps 咯。嗯。咁呢個 program 係做咩嘅呢？係保護一啲即係西方國家啲 agent， 以前嗰啲特工呢出去做嘢呢，留意下工作嚟咋，你冇咁認真到即係去試探人哋秘密，呢啲係工作嘅一部分。嗯。佢試探完佢冇命㗎嘛。嗯。佢試探瞓瞓下覺俾人哋打支針就死咗㗎嘛。嗯。咁好啦，而家係因為有啲 M7 嘅關係，我甚至乎知道呢個人佢係搭緊車定搭緊啲人綁架咗都知。嗯，佢加速途中啦、啊，即係逃跑緊啦、啊，可能逃走緊啦、啊，追佢因為要。嗯，定係話佢又他他條條行路中咧？嗯，全部都知，可以估計到下一個位置喺邊。嗯，呢一點係嗱講得好聽就 protection， 講得再實用啲就叫 control。冇錯，再係直情揾個士巴打望住佢嚟扮都仲得，即係估到下一步嘛。嗯，嚇、嗯 ，OK。咁呢啲係即係屬於叫我哋叫咩？國防啊用途。嗱、，iPhone 佢就好 focus 做呢啲嘢。嗯，佢就唔似 N 記好廣闊地，好宏觀地。誒，我每個人我都想知，我都有興趣知。嗯、iPhone 唔係，佢係好 focus 地。因为根据唔同国家政府嘅要求啊，咁啊发觉啲有 market， 佢就放粒嘢落去。嗯。而且要求佢放嗰啲，梗系唔系一般嘅公司大老板啦。嗯。一定系国家国防 level 嘅。嗯。而喺呢个情况下，你又会反而问翻，点解佢唔同 N 记啲机讲咧？因为佢唔可以同三叔讲，佢唔可以同 LG 讲啊嘛。点咩意思？我唔明啊。佢唔可以同手机生产商讲，有嗰啲 open platform 嚟噶。系。佢只有同一間 close 嘅一個控 control 得嘅一個公司講，一 everything 都係佢控制曬。嗯，連裏面寫嘅 app， 裏面行嘅 application， 裏面寫嘅裏面任何一個 machine code 都係佢呢間公司裏面做，係而唔會交俾其他政府攞到喺手。嗯，呢個係 100% control under USA。嗯，嚇呢一點係喺 iPhone 成功嘅地方嚟㗎。嗯，咁但系你意思系咪即系其实讲咗一样嘢，就系其实呢个 iOS 嘅生产出嚟咧，其实系应付紧美国国防嘅一啲嘅用途啊。因应系有咁嘅相关嘅工作要求，而呢个工作要求吓系、对一个西方国家嘅 agency 或者嘅工作人员啦，冇 agent 啦，佢可以系警察都得噶，吓、个消防员都得噶，吓咁系根据佢个要求而放落去一个应用嘅 chip， 一个应用嘅一个 application。咁呢个系佢改进紧啊，留意翻苹果由头到尾都系讲紧人性化界面啊，佢对你个人几时起身，佢真系冇乜兴趣。但系，因为我哋人生活嘅模式嘅 pattern， 而可以帮佢优化佢呢个电话咧，佢系有兴趣嘅。嗯，即系佢唔系好着重于攞你嘅资料。啊，你因为你而家出边坊间讲嘛，你而家新嘅又话要扫指模啊，又会 keep 晒你嘅手指模嗰啲资料啊，攞晒上去。佢真系冇兴趣啊！即系佢唔需要，佢系做得到，佢做到。佢有咁嘅能力做到，系，但佢唔想，佢唔需要 keep 咁大量喺佢嚟讲侮辱嘅 database， 即系除非你系喂，你是恐怖分子，冇错，咁佢就系可以藉住呢一样嘢攞你嘅资料上去嘅，吓，可能你系可能举例吓咁啊，即系某政府咁啊，佢所有嘅特工，佢、哋每一个特工佢 suppose 有一个叫我哋叫 briefing session， 每个 mission 佢都有 briefing 嘅。咁、行动之前佢都要解释嘅行动俾个特工听嘅。以前咪好简单睇 report 啦，张纸揭啦，跟住就哇要碎咗佢呀，咁即係睇啲 MI 嗰啲戏都系咁讲啦。睇完呢张纸会自动毁灭啦，冇错啊。事实系要你自己用火烧咗佢嘅，佢唔毁灭嘅，自己摊个火柴烧咗佢。即系嗰啲即系 Tom Cruise 嗰啲即系做戏啫，系咪？戴住眼镜跟住自己爆炸嗰啲做戏。系唔会嘅。咁但系你起码摊火柴啊。但系而家新一代。
喺 iPhone 4S 嘅年代，你都系揿密码啊嘛。而家新嘅仲好，因为指模系得一个人有嘅啫。佢系嗰个特工睇翻佢自己嗰个。even 呢个手机里边，佢可能有六七个特工，即十几个特工，你咪各自去睇翻自己嗰个咯。吓、阿组长睇完俾下边个僆睇咯，都同一部电话嚟啫嘛。嗱、第一环保咗啦，系咪咧？第二更加 mission secret。是真系做翻自己啲嘢，但系而家你即系呢个题外话，你而家网上成日睇到啲人点样可以，唔知点样又揾嚿泥胶，定唔知又揾啲乜鬼嘢可以 copy 你嘅指模，又摆咗落去。留意啊，嗰个人系要攞咗你嘅指模放只猫度吓，再开嗰个电话先开到。留意翻，如果个指模嗰人个手指系死咗嘅，即系死人，或者手指俾人斩咗嘅，佢系开唔到部电话嘅。佢系要 detect 埋个脉搏嘅跳动。所以好多只猫好，只狗好，总之有脉搏嘅 living things， 佢就开到。OK， 好，我哋第一节喺嚟到呢度先。好，头先真系越嚟越多嘢。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MG 十三。快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啦，咁啊继续有阿 Phil 喺度。咁你喂问咗一个，我有个迷思啫。你喺度讲嘅时候，我都有啲嘢谂下谂下。我谂听众朋友都可能会有呢个问题。你记唔记得咧？上一集咧，你咪提过一样嘢嘅，你就系话喂，原来咧其实而家嗰啲 CIA 啊，嗰啲中情局嗰啲特工咧，其实佢哋用紧都用紧嗰个 iPhone 噶嘛。系啊，即系用紧佢哋嗰啲，即系作为一个工具啊，甚至系。即系侦察埋佢心跳啊！即系其实保护佢自己也好，即系我嚟即系追踪目标人物也好，吓、啊、非常方便又好用吓、啊。即系如果佢就算佢有咩事死咗，你都即刻可以 detect 到。系即系有受伤害啦，冇话死啦，即系未死前。甚至你拎住个电话讲紧电话，其实佢个总部可以遥控嗰个镜头去偷影或者睇到附近嘅环境啊各样啊。咁但系你正话节目开始嘅时候，你话其实原本 CIA。或者系即系相关嘅基金啦，相关嘅基金其实系注资咗落去呢个 Google， 好重资金，好重资金落去俾 Google 喺重嘅。其实点解佢唔用 Android 系统，点解佢要用 iPhone 系统咧？倒翻转嗱，咁样讲翻啦，其实呢个一个好问题嚟噶，一个 good question 啦。因为嗱 ，Android 咧佢系由头到尾吓，佢系发展一个 OS， 纯粹一个软件，硬件方面佢控制唔到啊。佢、唔可以好似苹果话我加粒 M 七落个 5S iPhone 5S 度，佢 Google 佢粒 M 七摆喺边咧？个电话唔系佢控制，成个电话设计嘅 hardware 唔关佢事。咁但系你 Google 咪出过一个佢自己 Google 嗰个手机嘅，那个咩吓咩？仍在研发，即系研发完之后又再改良，继续改良，又再继续改良，改良又改良中。但系留意嗰部手机生产商，佢虽然收购咗 M 记啫 ，Motorola 啫，吓、但系。收购完之后要真系做到佢 Google 或者 Android 要做到嘅嗰啲 device 啊，仍然一条漫漫长路要研发噶嘛，唔系话我今天想明天就有，或者依排今天想下个月就有，唔系呢回事咯。即系其实中情局可能就一路想使钱去俾 Google 就系研发一只手机或者一套工具系可以用嚟俾特工用嘅，但系佢又唔争气，咁佢就一俾就免费送俾人。苹果咧就争气，系啦，系点知又好用，又贴身，系啦，又有，因为苹果佢愿意，佢无论佢系手机也好，电话又好，因为佢发迹嘅 iPod 也好，其实苹果佢最 core 个理念就系以人为本，吓、即系用家体验嘅模式或者用家体验，吓、佢原本目的系呢样嘢嘅，所以而且喺美国好得意嘅咧，美国开间 IT 公司啊，你放心啊。十居其九后面整系有分佬去支持你嘅，有分定嘅，分定嘅。咁、那个分定系边嚟自边度？通常都系亲美国嘅分定噶啦，唔会无啦啦一个香港执埋去分你，佢唔会嘅。咁通常都系亲美方噶啦，亲北美共济会都系亲美国嘅。咁嗰啲基金公司佢分定佢嘅。咁目的系乜嘢咧？就是、希望大包围咁多 I T 公司，总有一两间发围噶嘛。其中有代表作就 M 记啦 ，Microsoft 啦。咁第二个代表作就苹果啦。咁、第三代表就 Google 啦，咁迟下即系后期都有 Twitter 有 Facebook 添啦，就咁解。
咁、嗯、但係而家好多，所以點解 Nokia 咁耐都跑越跑越尾，越跑越尾？冇錯，因為佢係芬蘭噶嘛，冇錯咁咁佢就要俾麥記輕記收購佢啲嘛。咁咧咁好啦，咁講翻去 go back to Android， 因為佢咁嘅原因，就算嗰粒 M 七，佢真係想放，佢都唔知點樣放。嗯，因為個 hardware 唔係佢控制得。冇錯。加埋 Android 廿九都俾，系唔需要四核噶，佢原意系，嗯，因为你 number of call 越多，佢写嘅嗰时越复杂啊，嗯，即系调翻转，咪某程度上系调翻转俾手机生产，生产商吓、啊，或者嗰啲叫手机嘅 CPU 嘅 maker 嘅厂商控制翻佢转头，即系要求翻佢，唔该你改良你嘅 Android， 我想我粒 CPU 行快啲，嗯，吓，或者喺我用我粒 CPU 手机会再行快啲。但佢唔得咯，就系咁啦，都变咗。我觉得佢而家几多核都好啦，都唔得咯，都即系嗱，好老实。原本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原本系 Android 支持友嚟嘅，系即系支持者嚟嘅吓。咁冇办法之余，即系有阵时我真系觉得佢好唔争气，就系佢几多粒 CPU 都，佢都系窒下窒下嘅，都系我都觉得即系嗱，个人喜好啊，呢、這个唔系叫听众转啊。听众又唔使 send email 嚟 Facebook 喺度闹我，即系个人喜好嘅啫。呢个你中意乜嘢都唔紧要，即系但系佢就真系好唔争气咯。我自己觉得系啊，冇办法啦。佢净系因为个 OS 同个 hardware 永远系两个世界。吓、啊，咁硬要企埋。你而家仲话咁样讲到咁清晰，正话讲到言语间咁讲，其实系咪即系讲紧 CIA？ 其实都系呢个 Mason 嘅系啊，呢、這个必然系添啦，系佢嘅咩行动组啊，行动组啊，直接系大家都即系识共济会嗰啲，我都知 CIA 系佢行动组啊，嗯，系啊，冇错、嗯、啊，咁但系即系所有 CIA 嘅人其实都可以讲系 Mason 嚟嘅，一定系佢嘅最基层 member 都要系，嗯，啊、如果唔系做又唔使知嘅做，嗯。咁好啦，咁就即係呢度嗱 ，iPhone 呢一 part 我大概都讲到七七八八，嗯，不过后面呢我又有少少补充少少喎，系，咁咧其实即係唔知点解系好鍾意讲下啲题外话嘅，咁啊嗱，啲听众又好鍾意听下啲题外话嘅，系，即係噏得出嘅啦 ，NASA 又好，又讲下咩啊，总之你諗得到嘅大机构啊，因为呢排荷里活也好，乜嘢都好，其实好多时佢哋都系佢后面总系有个好大嘅财主佬撑住佢嘅，嗯啊，咁、嗯、你拍戏使好多钱啊，咁啊啲戏永远都唔好睇嘅，点解？咁啊就系荷里活嗰啲咧，咁啊有一出戏叫做俾人闹到爆嘅，叫保罗米修斯吓，呢出戏好明显系共济会出资拍，分定去拍嘅，啊咁啊闹佢冇剧情，闹佢女主角唔够靓啊，之类，但系佢带出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Something out there in space， 嗯，吓、啊、喺外太空系有啲嘢嘅，嗯，但系你其实你荷里活好多戏都讲外太空有啲嘢啦，其实好多都讲噶啦，咁但系点解佢无端就真系要抌嚿钱去？你话佢收咗呢个funding去拍呢套戏，佢净出钱拍呢个剧集啊，呢、這个剧本啊，佢、哦、净要拍呢个剧本啊，搵个。其实讲真，呢出戏可以再拍好啲，因为个身份高啲，可以再拍得型啲噶嘛。嗯，啊、更加有戏剧性重得，但系佢重点系要带出个 message， 所以用咗个唔知乜乜嘅导演咯，吓咁啊揾咗唔知乜乜嘅女演员咯，就睇到我都好兴嘅。咁、嗯嗯、好啦，咁呢、這个佢系回应翻，其实 NASA 不停用紧呢啲嘢，咁啊 NASA 做啲嘢，咁啊得闲放下啲。火星金字塔得闲又放下啲，火星见到埃及类似埃及人嘅人像。但系而家你出边啊，你外国嗰啲消息嗰啲成日都讲紧噶嘛。其实 NASA 太空总署、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其实系有份去叫做 cover up 嗰啲 case 嗰啲资料噶嘛。但系同时间又点样可以叫发放啲消息出去呢？过去嘅历史咧，即系过去咧系上几代嘅 member 嗰啲叫 senior member 咧，佢哋去 cover 嘅。嗯，而家新一代啲咧想话俾人听 something out there， 嗯，因为佢亦都想开始改变大家人类嗰个对外太空生物嘅一种观念，嗯，以前想冚埋，哇，即系好嘢啦，整俾自己嘅，嗯，而家佢叫做开始公诸于世，开始等大家明白呢个系一个教育嘅过程嚟嘅，嗯，由以前好
好 friendly， 好友善嘅 ET， 到今天哇见人就成嘅 alien 啊异形啊都有嘅，咁所以即系呢个系个过程嚟嘅。咁加埋就系我又讲多少少啦吓。喺我哋中国嘅西边咧，喜马拉雅山区咧吓，咁大家都知噶啦，上 Google 你揾到噶啦，有几十个空军基地系中国起嘅，而嗰啲跑道长度咧，长度咧可以降落美国嘅 Galaxy Class 嘅运输机，嗰啲超级大型运输机 A380 空中巴士。你讲多次个位置喺边度啊？喜马拉雅山区咯，即系咁讲咯。啊，我又唔好讲 exactly 嗰啲经纬度嘅，咁你上 Google 揾下啦，就见到噶啦。点解要起喺嗰度咧？因为嗱，我唔好讲啊，因为乜？我再讲埋落少少先，你大概会 guess 到啲心病噶啦。咁咧就系、是、咁嗰啲跑道长到可以加入苏联以前嘅叫俄罗，而家叫俄罗斯最大型嘅运输机。留意啊，而家中国系冇呢啲运输机噶，嗯，啊，中国系冇呢啲飞机噶，依份 A380 中国都冇噶。嗱、嗯，条跑道长到系可以降落呢啲飞机嘅，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系佢好多空军基地，但系呢啲空军基地咧。都系停翻十架八架战斗机，好少量个战斗机嘅啫，几架咋？吓、嗯啊，出奇嘅，点解咧？佢排喺嗰度有咩目的咧？嗰度最近系俄罗斯，唔系啊，最近印度啊，最近印度吓吓，咁、啊啊、搞到印度政府就好紧张，哇！以为你想打，以为中国想打印度，起咁多咁空军基地，咁、嗯、啊好啦，咁啊再讲多少少啦，咁啲空军基地又得意喎，喺隔篱旁边嘅山窿咧，嗰啲好鬼大嘅山洞，里边可以住100几万人嘅。咁、嗯、我讲到呢度，你哋觉得系咪似美国某某机场下面个好大嘅地下城市嗰个咧 ？B 字头嗰个啊，似唔似咧？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走难用啊，嗰个地方其实避难走难用，咁啊好咯，咁印度咧惊啦，咁又话要起埋一份，咁啊后屘就美国政府咧就派咗个国务卿就走去又访问印度咧，记唔记得啊？几年前咧有新闻讲过，嗯，自此印度就哦 OK，red light 去唔起。嗯，印度就唔起啦，唔使咁嘅，就唔使同中国对住干、嗯，因为由头到尾起呢啲空军基地，根本上就系应美国需要，应美方嘅需求。你讲得再白啲，系咪即系话，其实喜马拉雅山附近嗰啲嘅基地，嗰啲空军基地，其实系俾美军嗰啲运输机去嗰度住？系冇错，即系遇到有啲咩事喺嗰度避难，吓、啊？咁你喺个起全世界最高嘅山脉避难，系咪有啲2012嗰套戏嘅 feel 咧？嗱，美国本土入边已经有个叫譬如 Mount Zion 嗰个地方，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即系叫避难所啦。即系其实你睇嗰套戏咩 Deep Impact， 嗯，即系都有讲过啊嘛。即系话如果举个例，有个陨石，成个澳洲咁大嘅陨石飞紧嚟地球啦，撞到硬噶啦，一定。咁全部就係唔係全部啊嘛，係揀一啲即係精英分子就匿入去山洞入面，即係住啦吓、啊、等佢喺边等撞咗落嚟啦，稳定咗啦，可以適合返人类生存啦，先至放返你哋啲精英分子出嚟，即係你哋啲唔精英，即係我呢啲咁样呢，你喺出面咗我都係啦你应该你又唔知啦吓、啊、我唔知你啦吓、啊你嗰啲，你陪下你哋玩咯，冇陪啦，环游世界又如何咧？到时系啊，即系佢哋嗰啲就系咁样噶嘛。咁而家你讲紧连喜马拉雅山都有，但系嗰个地方又喺中国境内嘅。咁你其实某程度上咪讲紧，中美一家亲咯，简单讲就系几个字。吓、啊，咁亦都要点解要喺个即系要喺我哋中国嘅土地嘅地方呢个咁大嘅一个叫做避难室咧，或者避难所咧？嗯，因为好简单。你美國嗰個係比北美嘅啫嘛，咁、嗯、咧你亞洲佢都有啲親北美嘅嘛，佢、嗯、都好多有錢人噶，你唔會坐18个钟头飛過去啩，咁、嗯、近喺隔離，咁你用翻隔離嗰個啦，呢啲係一個其中嘅原因。呢、這個係已經公開咗嘅事實，定係大家可以 prove 到揾到啲資料？上 Google 查下，大把料啊！你大家可以 Google 去揾啊，見到好多嘅，咁啊，呢啲係公開嘅秘密。咁又讲多少少啊，咁好啦，啊北美洲有一个防即係叫一个防空洞又好乜都好啊、避难所。喺亚洲区叫东亚或者亚洲区有一个喺喜马拉雅山嘅避难所。咁、留意返喎，其实你话欧洲冇咩欧洲一样有。咁近北欧嘅位置收埋晒全球所有嗰啲种子喺里面呢。全球嗰个种子库。係冇错。装种子。仲有好多位置㗎嘛。
你装完啲种子大把空间剩㗎嘛。嗯、我哋做乜啦，咁就装人啦。嗯。喂，其实你其实呢我就八卦咁问你呢啲资料嘅来源啦。我正话同你喺阿弟食早餐嘅时候呢讲咗你个朋友吓、啊、即係有个咩北京填鸭嘅故事㗎嘛。哦，嗰、那个讲得噶嘛，嗰、哦 okay, okay, 个系嘛？喂，呢个讲得，讲得，讲得噶嘛？我嗰、那个其实呢个朋友佢同我讲得咧，其实佢都预咗我上嚟爆料噶啦。吓、啊，即系佢已经知道你系会上嚟 M J 13，亦都即系某程度上佢都已经知道有个人叫卓飞，搞咗个咁嘅节目喺度乱爆嘢咁样噶啦。诶、咪乱爆嘢嘅，全部有根据嘅，卓飞讲啲嘢都，即系全部都系有 record， 有记录嘅，即系又可以追查翻嘅，系、嗯、有系真有其事嘅。即系我俾人 mon 紧噶啦，其实。唔好话你啦，即系网台好多网友，即系好多网台主持，其实都大家互相俾人哋喺度监视啊，系唔识讲咁用监视呢个字，留意啊，系留意啊，系留意啊，系支持紧啦，系冇错冇错冇错，支持紧 support 紧。OK， 你就讲个北京前鸭个故仔先，我听到之后呆一呆，我都嗱咁啊，话说咧就即系喺即系上个月啦吓，咁啊就系、是、小弟生日。有一日我小系我生日，咁、嗯、我就喺即系睇平时咁啊睇 Facebook 啊，成日即系喺度无无谓谓做一宅男嘅啫。见到我突然间见到 Facebook 有个 PM， 有个 message，、嗯、我睇咩事啦？咁有个 friend 喺来自美国，咁啊同我 Happy Birthday， 咁我话 Thank you， 就咁简单嘅啫。点、嗯嗯、知佢话 Next Sunday 过嚟香港同我庆祝生日，我话啊唔使咁唔重啩，系我哋喺 Florida 喎，花花 away 喎，咁佢话系啊，我过嚟，我好想见你啊，咁啊，咁啊，哦，咁我就咗就算噶啦，我 thank you， 咁啊 see you soon， 咁有佢啦，咁啊好啦，即系咪住你身边嘅朋友系随时随地系会有钱到过嚟同你庆祝生日噶嘛，系咪你啊，讲多少少先，呢、這个 Florida friend 就系 Lasa 朋友，系讲埋喺太空总住嘅，系咁啊，识咗好多年嘅，几廿年噶啦，老朋友嚟嘅。系咁啊！即系佢系会做呢啲嘢嘅，系会无端端飞过嚟同你庆祝生日，定系从来都唔梗系唔会啦、啊！我咁多个生日，佢第一次飞过嚟，我真系太感动了。啊、即系冇乜可能咁样做啦。有啲咁、啊、我好出奇，点解会咁嘅咧？咁啊，咁佢我去拉萨揾佢，成日就我以前经常过拉萨揾佢攞呢个友吓。咁、啊嗯啊、但系今次咁好过嚟咧，我拗晒头。咁好咯，我就无无聊聊咁啊，咁啊 next 啊好啦，叫做 next 即系叫 coming Saturday， 咁啊过嚟之后嚟紧嘅，当时嚟紧嘅 coming 星期六，嗯，咁啊中午十一点零十二点到啦，咁我个手机有 iPhone 嚟噶，我 iPhone 噶，咁收到 iMessage， 咁啊蓝色嘅，因为如果用 SMS 收咧系绿色嘅，系啊，咁 iMessage 蓝色，我蓝色几咁得意噶嘛，咁佢话俾我听。就问我点啊，同我倾下偈啦。咁我就我又问翻佢啊，你嚟香港你想食乜嘢呢？佢好得意喎，佢话食北京北，去北京填鸭，北京填鸭。咁我话哦好啊，我去 book 位啦。咁我心谂呢、這个朋友咪好闷咧，我就问佢你系咪喺 New York Airport 等紧 transit to Hong Kong 啊？咁佢话唔系啊 ，I'm not in Beijing 喎。咦？佢喺北京吓，咁、啊、我就话，跟住佢喺北京就要走嚟香港食北京填鸭。我就问咗佢。You are lucky Beijing, you come to Hong Kong 食 Peking duck 咁啊，咁佢就系呀系呀咁啊，咁我就问佢你去北京做乜啊？咁佢话北京佢话嘅北京嘅空气污染好差，嗯，大概下昼三点零钟已经天都差唔多黑晒啦，话，嗯，咁我哦我知啊，咁所以你小心身体啦吓，咁我都系嚟派啲朋友问候佢啫，咁佢同我讲话北京人好 nice， 咁啊北京啲。女仔系 very nice 咁，我话啊 ，you go to Beijing and play with girls 咁啊，咁佢就话唔系啊 ，I'm not playing girls 啊咁样，咁我就仲从讲笑咁讲，即系你以为你想去沟女，你系咪你系想话俾我听 girl plays you 啊？咁佢话唔系呢啲嘢啊，咁啊，跟住佢话佢好想同我讲嘢，系好想同我讲嘢，但系佢话而家喺嗰度喺北京讲唔方便，但系 I want to see you soon 啊 ASAP 咁啊，话好啦。咁你到咗第二日，你到香港，你打俾我啦，你再 iMessage 咗啦，咁。咁、嗯、如是者咧，就咁啊，到第二日星期日，咁啊下昼大概三点零钟啦。咁我手机又收到 iMessage 啦。啊，我而家到咗啦，我 check in 咗酒店啦，我喺一间 M 字头嘅酒店。嗯，我唔开名啦。尖沙咀 M 字头酒店唔开名啦，大家估啦。咁咧，
都冇几多间嘅啫，尖沙咀。咁我就 M 字头嘅酒店系嘛，都系喺嗰度噶啦，都系嗰区噶啦。边一度我都唔讲，免烦恼。咁我就我都唔系意嘅。咁我就话好啦，我大概 around 七点到，我喺呢个 hotel lobby 就到咗，我再通知你啦。咁咁于是之后又去 lobby 嗰度，我大概六点九我到啦。我又通知佢，我到 lobby 啦，咁佢又话 OK， 等我六分钟，咁我拗晒头，点解唔系五分钟，唔系十分钟，系六分钟嘅？咁真系我冇，佢真系 exactly 六分钟落咗嚟。咁后边有两个年轻男子一齐，我仲好少，我仲你个朋友系女人，系男人嚟嘅，男人嚟嘅，男人嚟嘅，同个 last friend is a man。咁即系三个男人，三个男人，系外国人嚟嘅，年轻嘅小伙子。鬼仔跟住佢，咁我就以为我哋唔讲得鬼仔嘅，我哋要讲外国人。啊 ，yes yes yes， 外国。咁啊，好得意。咁佢我就啊，你两个仔啊，咁佢话佢细细声同我，唔系啊，啲啊 CIA 吓，咪喺香港派驻北京。我话吓呢啲你讲俾我听做乜啊？咁即系佢你个朋友系 NASA， 后边有两个后生仔，嗰两个后生仔系 CIA 嘅，就由。香港派去北京嘅，系、啊、你讲咩做乜啦？咁我完全唔觉得有兴趣，我唔想知。咁佢话，跟住佢就话，不过我去食嘢先。我话好啊。咁我原先系谂住 book 两位去食北京铁塔嘅咋。系咁啊，嗰间喺香港好出名，喺晶江行嘅一层咧，咁啊好出名。我星期六打电话去 book 啊，full晒。嗰间北京楼啊 ，full 晒。哇，咁如果食北京铁塔咁多人嘅，点解？咁我就 book 咗喺另一間啊，咁啊又食北京人好出名嘅喺尖沙咀。咁我帶咗佢去，咁我哋行路去嗰間餐廳嘅嗰間酒樓嘅酒家嘅路嘅途中，我呢位 Lasa 朋友示意我唔好出聲，唔好講嘢。咁我哋四個人就默默地咁行咗我帶路，就行咗嗰間酒樓。咁我哋食嘢啦，坐低啦，冇兩個位，未必四個位啫，冇小事啫嘛。咁又食嘢，咁我就问翻啊，你点解要食北京甜鸭咧？咁嗰个其中一个 CIA 个男仔就话，我唔知一号定二号啦吓，一军定二军啊，即系鉴别啦，咁我唔知边位，唔记得我唔讲名啊。咁佢就同我讲话，佢喺北京冇啖好食啊，喺北京冇啖好食。我话唔系，你喺北京喎，首都喎，咁我吓，佢话佢就同我讲翻佢话。你知唔知上面啲地沟油好出名啊？我话知，全香港都知啦。咁啊，哇！我哋边度咁？我哋边度敢喺北京食嘢咧？吓，即系咁，嗯。佢仲话佢哋所有食嘅主，佢所有 main meal 啊 ，main 嗰主餐啊，主菜全部都喺领事馆里面食，餐餐都系食领事馆啲嘢。唔错啊，餐餐都唔会好虐待你嘅啫。系啊，好想食啲外边嘅 food， 唔敢食，唔食得。佢条树我都走喺个睇法，即系叫讲翻去嗰个领事馆里边。而家领事馆无啦啦多咗个饭，但以前唔使嘅，系点攞咗个开嚟，咁啊就咁解。咁佢就话，咁佢就同我讲翻，佢问翻我，同我讲翻，你知唔知而家大陆啲中央领导啊，佢哋每天啊都喺香港呢边运啲嘢上去噶，我话运啲乜嘢啊？话水啦、柴米油盐啦嗰啲嘢，向中国嘅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层系佢哋食嗰啲饭，都系食紧香港嘅嘢。佢啲米啊、面粉啊，全部都系喺香港，日日最少佢话十卡车运上。哇，咁夸咁，我仲话嗰个仲有真咁夸张啊！我哋中国都好多嘢嘅喎，全部都系毒油、毒盐、毒豉油，点食啊？佢连 local 连大陆嘅人。都唔食大陸嘅奶粉，連佢話周之煥連中央領導嗰啲 BB 仔都食緊香港奶粉，全部香港運上去嘅。咁佢話：你知唔知你香港係而家 support 住中央成個政府啊？哇！真係唔知喎呢啲咁我話，咁我呢個師兄朋友就嗰晚就好開心地，佢一個人就有一半隻筆，就係咁啦，好開心嘅，因為就係話就佢真係發覺香港好好食，嚟到香港食好嘢，咁所以今晚食咗都食咗好多好嘢啦，又有啲咩即係好靚嘅大閘蟹啦，不過希望唔係大陸嗰啲啦，我唔知啊。咁佢上去做咩呢？其實其實呢，咁佢哋嗱今次嚟香港呢，同我呢個 Lasa 朋友嚟香港呢，有個原因嘅，佢哋要見證，佢哋要去 prove， 要去證實阿師仔曾經住過嗰間酒店斯洛登，係佢哋要去翻嗰間房。要去翻嗰间房，即系佢要翻斯诺登当时住过嗰间房，要去翻嗰间房，要证明佢住过嗰间房。
点证明啊？点证明佢住嗰间房？因为佢喺嗰间 M 记酒店咧吓，咁啊 check in 嘅时候咧，佢就会俾部嗰啲一部手机去嘅。咁我唔讲牌子啦。咁呢部手机咧就都系 Android 嘅 ，Android 嘅。咁咧就佢就可以喺香港咧就打出电话，打出香港嘅 local 电话啦，打 IDD 啦，都系免费嘅。呢个系个酒店服务嚟嘅。咁呢部电话咧，咁啊系嘅咩？而家住呢个酒店系有呢、這个。系啊，手机服务巴闭噶，咁啊系香港少数有嘅，咁佢系呢家系好特别嘅 service， 咁好多外国人都好中意，因为打电话唔使钱啊嘛，因为打翻喺屋企。哦，即系你租嗰间房嗰段时间，嗰、那个电话就会借俾你用，系你就攞嚟打去全世界都唔使钱嘅，系 OK， 咁好方便啦。首先搵间阿师仔嗰间房先啦，搵到啦，咁住喺里边啦。咁啊，第二就系佢证明呢部电话阿师仔曾经用嚟讲过电话嘅。咁、我就拗晒头，我点证明咧？隔时隔咁多个月啦，都吓，咁同埋点解抹到干干净净？原来佢话翻俾我听，原来我哋人讲说话咧，有个叫 fingerprint， 呢份语言我哋讲上嘅口音，都系一个有个 pattern 系好独立、好 unique 嘅。咁样咧，佢就话啦，咁其实手机里边有个感，即系感应器噶嘛，即感应嗰啲话音震动噶嘛，嗰块薄膜嘅外壁，嗰块薄膜。即系嗰个咪嗰个咪嗰个吓，咁佢会记录低人讲嘢个口模式嘅，佢记住咗嘅。咁我话啊，咁先进啊，我话先进科技话唔系啊，呢啲基本物理模式，你 physics 嗰啲嘢嚟嘅话，呢啲吓咁基本有嘅物质系会记录我哋讲说话嘅，其实系个 pattern 嘅。咁个系一个收音器，所以佢比较敏感，更加会记录到。喺呢个收音器里边咧，我大概录即系记录几耐啊？大概都好超過一年以上嘅，可以有呢個 memory 啊，呢個冇呢個佢自己會記住嘅，咁佢就只揾翻呢個 pattern 就得㗎啦。即係佢要攞翻嗰間房，嗱嗰間房證明有人住過啦，證明阿師仔住過啦。第二佢證明呢部電話，唔係佢間房點證明咗師仔住過咧？其實問酒店揾到㗎嘛。哦 ，OK， 查翻記錄住翻佢啫嘛。咁可能就問呢部電話，佢證明佢係阿師仔講過嘅。咁點解咧？佢会揾翻出呢个电话，佢讲起嗰个师仔讲嗰个话咧，佢就悲伤嗰段时候，佢打过啲乜嘢电话出去，全部揸翻集出嚟。即系所有嘅记录，你电话入边记录，譬如你打过去俄罗斯，打过去俾边个记者，系啦，全部有记录噶，有 number 查翻晒出嚟嘅。咁我都话呢啲你哋之前嗰啲人咪已经做晒呢啲所有嘅搜证工作噶啦。咁佢话系之前做晒噶啦，佢今次同埋我呢个 NASA 朋友过嚟咧。纯粹系见，即系叫见证佢哋上手做嗰啲嘢系啱嘅，冇任何嘅一个叫即系改动嗰个证据嘅嗰份 report 啦。即系 NASA 嗰、那个你个 NASA 嘅朋友其实过嚟做证人，系见证佢哋做啲嘢啱嘅，因为美国真系要告阿师仔啊嘛，咁告佢嘅时候又要。就要 protect 翻佢搜证嘅过程系冇任何一啲叫做砌佢生猪肉，咁要系真系嘅，咁要揾个第三者去证明嗰啲系啱噶嘛，要同呢件案件无关嘅人啊嘛，啱啱好啦，嗱呢个拉沙 friend 咁啱俾人抽中咗，哦抽出嚟嘅呢个人，咁俾顺便抽中咗佢，咁佢咪过嚟顺便同我庆祝，所谓庆祝生日咯，不过嗰晚食饭我埋单。即系你而家讲紧嗰样嘢系，原来我哋嘅手机除咗你话即系电子系统去监听、去控制我哋啲资料咧，其实我哋嗰个声都系物理学上高有资料系记录咗喺个手机入边。佢嗰个那个 pattern 啊，那个模式嘅说话，嗰、那个快慢啊，音咁佢嗰个震动模式啊，每个人都唔同嘅，佢记咗喺里边。呢个纯粹系物理模，呢个物理嘅咩 memory 嘅 physical memory。咁但系呢个 memory 佢会 loss 嘅，佢唔系无限量记落去嘅，咁大概系要大概话 around 年零左右啦。咁所以佢而家就啱咯，即系你上次上过嚟，系啦，咁都系 within 都唔使啊，都系 within 九个月嘅事，系啦，几个月咁佢翻去证明翻，因为上面真系要个要做嘢，佢哋要做嘢，所以佢哋咪翻嚟做搜证咯，即系证明翻佢咪搜证呢件事，佢搜证证明翻上手嗰班人。翻 inspector 攞嗰啲资料系啱嘅，即系孤物论嗱，唔好讲啊！即系孤物论究竟斯诺登做嘅嘢系啱与唔啱？即系有啲人会觉得佢将一啲政府嘅阴谋揭出嚟啦，但有啲人就会觉得佢系出卖咗国家啦。即系你就算美国当地都系噶嘛，你美国当地都系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啊嘛，系咪先？两个唔同声音，
即係有一部分外國嘅人士，即係美國外國人士都覺得你咁樣即係出賣政府啫，即係出賣美國啫，將啲資料留咗去其他國家啦。咁但係美國當地有啲人會覺得其實佢係保障緊伸張正義嘛，因為佢將一啲唔講得出嚟嘅嘢講出嚟俾人知，即係。你最簡單，而家都仲鬧緊噶嘛？上個禮拜都仲講緊話，喂，原來美國有監聽其他外國嘅元首，係啊，咁呢句肯定有噶啦，係啊，即係啲人咧唔好傻到以為冇呢件事啫，根本就全部都監聽緊噶嘛，係啊，咁所以變咗係因為咁嘅原因，所以而家佢走出嚟講，啲人就話佢係伸張正義，咁但係原來美國政府都係已經入邊已經準備緊去控告佢。真系要做嘢啦，真系要 action， 要告阿师仔啦。嗯，咁佢就要别佢要保障自己，唔好做错，唔好行差踏错，都系个即系、就是、个法律程序啊。嗯，佢都要证明佢自己啱噶嘛。咁佢咪真系证明呢份嘢啱咯。嗯，就系、是、咁简单嘅啫。咁我呢个拉萨朋友就过咗嚟，就做呢个动作，咁啊见证住呢件事情嘅发生，同埋证明佢系啱嘅。嗯，唔会有生猪肉嘅成分嘅，系啦。生猪肉嘅成分。OK。好，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第三节 MG 十三。好，翻嚟第三节嘅 MG 十三，咁啊。继续有阿 Phil 喺度啦，你好，系啦，喂，你个朋友喺 NASA 过嚟，即系你识咗好耐噶啦，识咗好多年啦，系啊，识咗十几廿年，廿几年。咁佢今次过嚟，其实有冇讲过一啲，即系我唔知啊，即系你食饭嘅时候透露过，嗱，你真系就讲好多嘢啦，咁但系有啲又讲得噶，有啲就唔讲得噶嘛，有啲唔公开得噶嘛，有冇边啲系公开得嘅先，即系可以讲得开？佢有冇啲咩秘密嘅料流啊？其实咧，我可以讲一啲咧，就即系。如果大家有心去揾，都應該揾到嘅，係一啲資料。咁有關於火星嘅。咁其實咧，就火星早期，即係大概幾年前話影到有金字塔啊，一啲係非人，即係非自然嘅建築物啦、啊，啲走廊啊、人樣啊嗰啲咁嘅嘢。人樣山就係火星話，拉什話唔係嗰件事啊，除咗 check 啲陰影問題、光與影嘅問題啊，嗰樣嘢唔同佢啊嚇。咁、嗯。事实大家系揾到嗰张相嘅，什么光与影系都系即系都系嗰幅相嚟嘅。咁但系见到金字塔唔止一座喎，几座金字塔，嗯、有啲好巨型嘅非自然建筑物，同埋啲走廊啊，啲乜嘢。咁呢啲其实喺我嚟讲咧，其实唔系咩唔系秘密，因为我几年前我都见过，即系有啲咪公布讲过。咁、嗯、我呢个 friend 又再同我讲翻呢件事，我话哦咁 OK 啦，即系。佢可能覺得我樣唔驚奇啊，唔 surprise 啊，咁會啊，係呢啲即係我心諗，我上網都揾到啦，我都費事睬佢啊，即係咁啊，咁佢可能又啲同學就係太老友咯，咁又講多少少我聽，我又講多少少俾大家聽，咁佢就話啦，誒知唔知我上面有啲遙控車，我知幾架添啊，係嘛？你知唔知过晒使用期限噶？咦，我又唔知，我冇留意。咁话咩意思叫使用期限呢即系其实嗰啲遥控车咧，佢射上火星行嗰啲遥控车仔咧吓、嗯，其实佢有个叫设计使用年限嘅期限嘅，例如行两年、行三年就 suppose 架车唔系烂咧就跪低噶啦。咁留意喎，使用期限过咗就关人人事噶，即系从行得就唔关我哋事噶啦。佢纯粹系 NASA 自己 property， 佢中点玩都仲得。嗯。咁佢中去边都得嘅，就唔需要向大家交代架车去咗边度，吓喺个原先设计嘅路程范围内行完啦嘛，设计使用期限行咗噶啦，咁、嗯、好啦，咁啊之后嗰啲就唔关人事嘅，佢自己中去边都得嘅，仲行紧嘅，咁佢哋慢慢行下咁，有一次就见到即系原先十分影相啊金字塔嗰啲地方咧，佢真行埋去睇，真系有个巨型金字塔喺度，佢真系见到，架车真系影到出嚟。咁、嗯、啊，见到部牙咪又行啊行啊行，咁又行啦，咁架车又行咯。即系个金字塔系真系一个建筑出嚟嘅金字塔。我仲challenge住佢添，我话系咪金字塔型嘅巨山啊 ？Pyramid shape 嘅 mountain 啊？唔系啊，真系金字塔啊！咁啊，好似我哋地球嗰个啊咁啊，哦 ，OK 吓、啊，哦，好就好似啊，咁即系佢大啲定我哋个大啲？佢话咁啊，冇留意喎、啊。
即係暫時分辨唔到嘅距離問題，因為嗰啲車仔嚟咗都係咁佢又同我講，佢話個車仔喺度行咁啊，行下咁啊，佢就見到條康莊大道，話康莊大道，咁佢話係啊 ，road 好似我哋地球用我哋行嘅馬路啊，都好闊嘅路啊，哦，哇咁都好啊，咁啊。话唔系呢啲，唔系 natural 噶，唔系天然噶，打风吹唔会吹条路出嚟噶，好明显系人造噶，咁我哦，佢冇形容过条路几阔啊，当定系形容唔到嘅又系，佢话好阔好阔，好阔好阔，咁啊都啲好阔好阔嘅路，咁啊跟住佢话咁啊架车又继续行啦，我话咁好咯，佢话系啊，系一条好平嘅路啊，咁啊咁行，咁啊行行咁上下咧，我大概行到佢又见到一个类似。我哋地球啊，类似地球埃及金字塔嗰啲石像，咁啊，哦，呢个好 surprise 喎！影到个石像，好似类似一吓，咁我问佢个样似唔似我哋地球人嗰啲人？咁佢话好似，就系咁话，好似即系好似金字塔嗰啲石像，嘅巨型石像，佢自己见到嘅，个车影到，佢嘅车影到，即系啲资料去到佢手上嘅，我见到啊，佢见到。因为佢负责我唔可以帮佢负责咩 project 唔可得，总之佢见到啦，咁架车又行下咁啊，想行咪睇灯啲，咁啊等行到咁上下转弯位置，佢又即系硬系一个 curve 嘅位置，见到个黑色嘅山洞，见到个山窿，一个山窿，黑掹掹嘅一个洞，咁啊佢又行咪睇啦，天然嘅，佢冇讲，咁啊行埋山洞咁啊好自然嘅，去装下啦，即系个窿去装下个窿啫咁啊。但佢架车唔敢行埋，唔敢再行入去，因为佢喺个 camera 嗰度见到类似 steps 嘅物体，即好似楼梯咁样，系石级，类似石级嘅嘢，但佢唔肯定，因为个车唔入得去啊，个车系行即系落地底咁样嘅，系冇错，向地底行入去嘅，行落楼梯，佢唔敢行落去啊，因为佢架车行太阳能噶，一落去冇电啦，第一啦，第二佢嘅车设计唔系我嚟行楼梯噶嘛。落女嘢咪打关斗碌晒落去，落真系落到底啊！呢铺吓，唔系住佢嗰个车，佢唔系本身好似一个坦克车咁样嗰、那个，唔系哦，旧款嗰啲就系碌嚟嘅。而家喺火星行紧嗰几架遥控车仔咧，架碌都系独立嘅。哦，即系佢其实应付唔到楼梯嘅，应付唔到楼梯嘅，佢爬石冇问题，跨过一个石仔冇问题，但下楼梯唔得嘅。咁佢都唔系 assume 嗰度有楼梯，系冇错啊，咁啊都冇谂过嗰度有楼梯，所以影完之后 keep for record 咁算噶啦，咁人顶，佢咪又继续行。但系你朋友系 NASA 喎，系啊，即系由 NASA 嘅人流出嚟嘅消息，就系影到火星系有，总之佢简单啲形容话俾你听 ，we find something at Mars， 就系咁咯，就系咁简单。几个字用晒㗎啦，咁我都觉得哦，咁我哦咁咪算囉，等佢迟啲入公布囉。你就讲话佢嗰啲咩去嗰度监察啲咩空气话。啊係呀，讲返先。头先嗰个讲返之前印度射嗰啲火箭呢，係咁前几个礼拜唔知边日星期日星期一射嗰啲火箭呢上火星啊。印度啲火箭呢，火箭科技嚟自俄罗斯呢、這个必然㗎啦。但系里边嗰个卫星咧，里边成个卫星咧，嗰、那个 technology 里边嗰啲嘢咧，就嚟自 NASA 嘅。咁啊，点解咧？点解印度要成啲嘢上火星探测甲烷气咧？因为有甲烷气嘅地方，就证明曾经有生物住过。即系简单，佢有生物喺度放个屁。啲牛放屁啊，就系甲烷嚟噶啦。咁牛锯出啲气都系甲烷嚟嘅，有甲烷成分嘅。咁好啦，咁佢。即系点解要拍印度射火箭啦？第一，点解印度够平？因为以前好大概喺2010、2011年咁上下，搵中国射过支嘅，咁中国啲跌咗落嚟，射唔到上去，因为唔够力啲火箭。咁啊，跟住搵印度射，咁啊，即系第一啦，第二就系他们射火箭太便宜了，印度射10支，得完拉头射一支，咁梗系抵，梗系划算啦。上两个礼拜啫嘛，好似系嘛？咁上下印度射个火箭系早两三个礼拜嘅啫嘛，我仲睇新闻睇到系啊。咁咧，佢就去嗱，點解佢去探測，再去探測甲烷咧？因為 NASA 佢啲記錄裏面，佢以前係有甲烷嘅，以前有甲烷，佢以前揾到嘅，佢 detect 到嘅，所以就即係有流傳出嚟。冇咗。哦，咁即係咩咧？咁即係咁近呢兩年幾年唔見咗甲烷嘅蹤跡，係到底係真係冇曬甲烷啦，定係話有人收集咗啲甲烷啦？
定系乜嘢咧？嗯，吸收咗啲甲烷啦，即系揾嘢将呢啲证据收埋。又唔系证据收埋嘅，即系有啲生物、有啲微生物系需要吸收甲烷嚟生存噶嘛？吓，唔通 Mars 唔通 Mars 火星系有啲微生物佢唔知道？嗯，因为以前有嘅系揾到有嘅甲烷。嗯，啲车 detect 到上面有卫星行紧，咁啊影到噶嘛，又感应到噶嘛。嗯，但系今次唔见晒，咁啊佢又冇咁多，即系拉，你知美国冇钱噶啦，咁啊拉晒冇咁多资金射，嗯、就搵印度啦，系搵印度射，平啲啊，平多十分一。嗯，咁啊射上去，咁你再去搵、嗯，因为今次用咗更加高，即系更加新嘅技术啦，更加新嘅仪器啦，先进嘅仪器啦、嗯，去 detect 去感应去感测啦。嗯，啊就系、是、咁解。咁佢仲冇爆多少少，即係你喺火星，佢哋喺火星啊，即係唔係你啊，即係佢哋喺火星见到嗰啲嘢呢，即係或者影到嗰啲嘢，仲有冇啲咩新嘅 update 呢？其实呢，就我呢个朋友呢，佢火星就讲差不多啦，不过佢同我讲呢，佢话佢係 NASA 以前射啲火箭去火星，初啊射火箭去火星嘅时候呢，佢、嗯、有几支唔见咗㗎。嗯。咁我话咁技术唔到家嘛，乜乜乜。梗系唔系啦，咁啊，梗系唔系啦，仲好抱自己添。佢话其实喺阿波罗年代射去月球嘅时候，啲太空人都见到啲嘢陪住佢飞噶嘛。嗯，系啲我哋叫 UFO 啦。啊，其实佢去火星嘅路程更加远。咁佢嗰啲卫星咧，其实佢开住啲 cam 影嘅，一路飞又影紧嘅，其实系。啊，咁啊冇嘢咪影住嚟睇咯。佢真系影到啲嘢噶，系吓。陪住嗰啲火箭一齐飞嘅，咁佢就怀疑，即系去火星嗰啲火箭，就系途中，因为我地球去火星大概要半年啊嘛个路程，啊、one way trip 啊大概要半年，呢、啊、半年嘅路程里边，佢系睇到啲嘢陪住佢飞嘅，咁、啊啊、我就叫 UFO 啦，好自然地，咁、啊、佢就话啦，初射个时候咧，佢哋怀疑嗰啲 UFO 系 capture 咗佢哋嗰啲卫星，嗯，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好简单啫嘛，咁你去月球去完啦，咁点解你去火星咧？射啲咩去火星咧？人哋啲 UFO 都想研究下，嗯，咪攞咗你研究咯，就系咁嘅啫。佢怀疑系佢怀疑啫，所以之后射去个火星嗰啲卫星咧，就 so far so good 冇问题嘅。即系佢睇过，发觉里边我冇乜嘢啫，得啲车仔啫，车仔有冇乜生物卫星嚟嘅啫，吓一太阳板嗰嘢啫，冇啲 organic 嘅嘢掟落去嘅，或者冇啲杀伤力嘅嘢，又唔系核弹。啊 ，OK， 咁就放你行啦，系啦，放你行啦，咁啊，呢系佢估计，嗯，吓、啊，咁佢净系除咗睇火星之外，仲有睇咩咧？有冇睇其他？佢都有见过一次，就喺金星嗰度咧，即系火星隔篱嗰粒啊，即系我地球隔篱嗰粒啊，火星。即系而家仲要夜晚啦、啊，我哋见到最光嗰粒星啦，嗰、粒金星啦，吓、啊，咁佢就话佢即系金星上边有一个系雷达探测地形嘅卫星，仲运行紧嘅，仲行紧嘅。嗯，呢、這个佢就影咗个全景嘅金星嘅地图出嚟，咁 map 出嚟，咁冇乜嘢嘅。但系佢系发觉里边有一个咁似金字塔嘅好巨型金字塔嘅山嘅 mountain， 佢、到而家都唔知道嗰个系一个金字塔啊，定系一座山，因为佢真系太似一个金字塔，佢比地球金字塔大好多十倍，好巨型，好多十倍啊，系好巨型，系啊，系好巨型吓。但系而家佢就未知系山定系真系建筑物嘅。金星我哋系派唔到探测落去啊嘛，啲、好似以前苏联派过一只落去，咪落去唔够五分钟俾压到烂晒，因为个气压太巨大。第二就系佢里边啲空气嘅充满系硫酸，酸性嘅气空气，通常落唔到去揦烂晒啲金属，咁、所以落咗去大概五分钟就玩完。咁佢今次佢哋都好想去，但系佢哋从未谂到解决嘅办法，即系技术上未得，系啦。嗯，就系咁咯。问多样嘢，咁佢 so far， 即系佢哋有冇话计划紧做啲咩立牌啦？我金星你落唔到去啦，咁你火星你抌得一只落去，咁其实都可以再抌一啲行到楼梯嘅落去啊，系嘛？大家如果留意新闻嘅话咧，就好似 NASA 公布咗噶啦，话出年好似大 round 十一月咁上下啦，啊，唔知 Q3 定 Q4 啦，咁上下就射支火箭去 Mars 嘅，咁咧嗰支火箭里边咧，就应该系有一部有覆摆嘅探测车，今次可以落楼梯啦，加埋佢里边有独立电池，啊，咁又唔使下下都靠太阳能。第三，佢今次有 spotlight， 可以又有灯光，可以照落去睇到啦，睇清楚啲入边发生嘅咩事啊？系啦，咁仲有、啊，
大家有冇留意翻？大概兩年前咪公布話喺地球招募義士，嚇一個志願者去火星生活嘅咩啊？係咩有咁嘅事？有喺美國嗰邊出咗個 notice 啊嘛，咁就喺太空總署噶，係啊係啊，咁就招募一位義士，一個係一位嚇，咁就即係志願者嚇，就去火星生活，去探索嚇，去幫去探索火星嘅，嚇咁。是不是跟这些事情又有些关系呢咁样。他现在找到人未从找紧因为找到之后都要 train 他几年的 ,train 好像说 train 了两年的。咁就要禁闭他两年不可以发生有忧郁症啊自闭症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咁就有些题外话啦但最多申请者的地方就是来我们中国。即是大部分人都是申请走啊！超过一半以上系嚟中国嘅，超过一半以上。O K， 又可能要上去讲广东话或者讲普通话啊咁嗰啲咧，唔出奇。好嗱，呢单嘢咧要讲一讲嘅，就你俾咗一张纸我，就系话咧呢个咩啊？内地就系买紧呢个美军嘅过期科技。哦，系啊，系啊，呢张系我之前我俾你噶，系我讲翻少少啦，就系、是、其实嗱，你知道自从金融海啸之后，美国系冇晒钱嘅，美国出咗咩？而家系俾靠印银纸嚟顶住啫，系啊，美国系点解真系冇晒钱？系咁佢需要钱，咁但系佢有啲咩可以卖出嚟咧？吓咁佢又唔可以卖土地嘅，美国佬唔卖国嘅吓，唔似我哋中国咩？唔似我哋可以卖地嘅，我哋唔会嘅，美国佬唔会嘅。咁美国佬系咁点咧？佢就卖啲我哋叫过期嘅科技，点为啲叫过期咧？大概六十年代嗰啲咧，但到美国佬六十年代研究咗好多战斗机噶，吓啲以前嗰啲咩所谓咩 F 十几十几嗰啲，其实六十年代研究，咁啊 ，even 嗰啲即系 F-11 几啲隐形战机咧，等系六七十年代嗰啲系科技，好早期嘅科技。咁啊，包括系佢射阿波罗火箭啲六十年代啲火箭，又系啲六十年代科技。呢啲咧喺美国嚟讲已经冇咩价值，因为美国已经唔再需要呢啲科技。喺啲科技，但喺中国嚟讲咧就非常需要，因为帮佢行化咗几十年啦，可以吓。咁、所以美国就将呢啲我哋眼中嘅过期科技咧，就即系。唔平噶，系好昂贵地几百亿美金卖俾大陆噶。咁所以大陆就有隐形战机啦。咁大陆隐形战机所用嗰啲隐形高艇咧，都系旧噶啦，非常旧啊！美国而家唔用你嘅咁美国而家发展紧电磁炮啊、激光炮啲，一夜望住招一招就冧咗啦，可以系快到咁嘅，同埋发射成本好平，一蚊美金一粒，每次发射一次一蚊美金，相对于大陆咧，哇，射知道得有几多千蚊人民币，佢平好多就系咁。OK， 嗱我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啱啱咪翻嚟啊，咁我喺洛杉矶啊去参观嗰个奋进号太空穿梭机咧，咁佢成架就摆咗喺个喺个壳入边啦。即系我一入去嗰下咧，系嗰、那个即系你见到佢嗰啲嘢咧，其实系旧噶啦，已经好旧噶啦，好旧卅年前噶啦，讲紧嗰个穿梭机已经系三十年前，即系你香都系嗰句啦，你香港揸个卅年前嘅车，你都已经叫。啊，古董车啦，系咪先？你个相机三十年前嘅相机，你都要炒噶啦，而家要攞嚟。嗰架穿梭机系三十年前，但系其实你再睇清楚佢嗰啲航天科技咧，其实佢嗰啲技术入边嗰啲嘢咧，即系佢当时个场地同埋都摆咗好多嗰啲，即系啲太空狼啊，或者嗰时俄罗斯送只马骝上太空又翻翻落嚟嗰个太空狼啊，甚至最近嗰、那个即系上到去太空嗰个边缘跳降伞嗰、那个。嗰、那个男人嗰、那个冒险家咧，佢嗰个太空狼咧都即系展出埋喺嗰个展览馆入边啊，即系好多嘢睇啦吓。你睇到佢哋嗰啲技术其实而家系好先进噶啦嘛，已经系系啊，系好先进嘅。但系讲嘅系卅年前啊，即系你会令你相信而家其实佢哋研究紧嗰啲科技咧，已经唔系用呢啲咁嘅我哋称为呢啲气流学啊。搵个火箭嘣你上去嗰啲嘅，你而家讲紧你肯定即系你睇得到佢而家研究紧嘅科技，你讲紧 F 十六嗰啲已经讲六十年代研究嘅科技嚟嘅。而家 F 十六攞嚟做靶机啫嘛，美国政府攞嚟练靶，训练嗰啲，训练啲战机，即系嗰啲系无人机啊，遥控机去射佢啊，
系咯，即系而家佢哋研究紧嗰啲，已经系讲紧啲反重力系统装置嗰啲嗰啲机噶啦嘛。即系先前我讲嗰啲咩 TR3B 嗰啲三角形嗰啲机咧，系啊，佢哋而家系研究紧嗰啲。佢哋行紧呢，俾我哋即系俾一般嘅嗰啲其他叫做一般嘅国家啦，限时起码五六十年啊，嗯，吓，起码半个世纪啊，嗯，吓，咁你会话，你又会谂翻啦。是不是有啲外星科技呢，吓，有冇，有咪有啲咩UFO 啊，外星人啦，嗱俾啲你睇啦，你跟住做啦，嗯，话冇就呃你嘅。你深信系嘅。係啊，我直情相信系添啊。你有资料嘅。有啲嘢啦，我只可以话我未见过外星人。係。我未见过小灰人。係。我未见过一隻好巨型嘅飞碟 ，UFO 系嗰啲 UFO 飞嚟飞去，会行下先飞喺 U turn 嗰啲，我见得好多噶啦。特别夜晚咧，我高头你会见到喺冇光害嘅地方，你只要好 relax 摊喺个草地度，山边，总之就已系冇光害啊。啊，当你眼适应咗黑暗之后咧，你望上天咧，有啲白光咁啊飞过，咁啊好慢速嘅，咁嗰啲人做卫星，佢好快速咁闪过，都叫个流星。系，但系佢飞下 U turn 嘅，飞下九啊度转弯嗰啲，嗰啲唔系叫直升机嘅，嗰啲亦都唔系叫做战斗机。佢好高噶嘛，你见到嗰啲都系系嘛，更加唔系叫萤火虫。嗯，啊，嗯，咁嗰啲咩嚟嘅咧？嗯，我哋叫 UFO 咯。嗯，你见唔少啦，已经嗰啲唔系咩，即系唔系喺眼中唔系咩新闻。吓吓，而且、okay. 如果即系阿卓飞，即系你如果有落，如果今次即系去美国呢次有落埋墨西哥咧，嗰啲人会同你讲。诶、哎，成日见噶啦，嗯，啊，已经冇价、嗯，已经冇新闻价值啦，嗯，佢哋反而系揾啲咩咧？就系、是、你影相，影到只 UFO 只碟，嗰、嗯、啲有卖就可以卖钱啦，就系讲紧系卖几蚊你咁嘅张噶咋，嗯，啊，即系你讲墨西哥啊，系啊，咁 cheap 噶咋？唔系乜嘢新闻啦，已经，但系影到有只碟啊，咁啊都值几蚊美金。有啲光点飞嚟飞去，诶，太湿碎啦。嗯，周时见到啊，湿湿碎啊。因为我哋咧就都讲啊嘛，喂，嗰啲点啊，成日都见啊嘛。但系真系我哋有粒嘢系跟住个巴士行咧，亦都阿 Stan， 即系我哋啊团友阿 Stan 咧，阿 Stan 就影到啊嘛，直头，因为佢无时无刻都拿住个相机系咁影嘅。咁佢嗰次一上车就见到有粒嘢，就已经系咁影，插咗好多张。咁佢个方式就系即系山大斩埋又柴啦，我估啊吓，即系总之你唔好理佢，同我讲就系你唔好理，你见到嘢你就系唔系都攞嚟影，影咗先，影完之后佢放大咧，就真系睇到有一粒金属嘅嘢，个底系黑色，即系有个影啦，个顶系反光嘅，直头系一粒椭圆形嘅嘢，系跟住喺个天空上高。嗱，嗰张相大家系可以去 Stan 嗰个 Facebook 嗰度可以抄啊，去揾嗰张相，你系。你嗰个环境系冇可能有嘢就会吊住佢嘅，嗯，吓、啊，即系佢上嗰、那个天空系影埋出嚟，系唔系有架直升机，唔系有个吊篮，嗰粒嘢系好高喺个天空上高飞紧，系一路跟住，咁、嗯、啊几个景都睇到嗰粒嘢，即系跟住，咁嗰啲就真系你即系唔系咁容易见到啦，吓、啊，即系系啊，嗱，你喺美国，你都喺美国见嗰啲飞嚟飞嗰啲过啦，咁啊喺国内啲山区黑掹掹嘅地方，我又见过啦。总之我高头见到，除咗个好靓银河系之外咧，啲银河之外，就见到啲嘢啲点白光走过啊，你直线行嘅，好、嗯、明显系人造卫星，绕兜圈嘅，绕兜弯嘅，绕 U turn 嘅，系吓，咁嗰啲。好自然啦、啊，唔会系萤火虫咯，系啊，咁同埋就系头先卓飞你提过，咁啲一个银色一个点跟住嘅巴士，嗱呢度我又讲多少少啦，唔系我知你去美国唔关事，我系推敲紧系咪因为北美共济会知道你去美国，所以拜访下你咧？你觉得系咁？同啲外星人单声咁啊？唔系你推敲定系你收到消息先啊？推敲啫，推敲啫。我只可以话推敲啫，你只可以话推敲啫，因为我咪同你讲过嘅，保证你一定攞到 visa 噶嘛。嗯，我同你讲过，你唔使担心，你一定攞到嘅，放心啦。嗯，仲有几位网台嘅主持都一定攞到嘅，系嘛？我咪讲，我咪讲你听嘅。你讲咗我啫，我唔知其他嘅吓。咁啊，咁同埋就系、是、你去到美国之后，你一定好安全嘅，放心，唔会有人搞你嘅。嗯，你咪好安全翻嚟咯。嗯。
因为我哋成嗱呢个就唔关嗰啲军工事嘅，呢、這个先系纯粹我同阿 Phil 中间成日去饮嘢啊、倾偈嘅时候讲我嗰啲嘢，因为我真系识咗佢好几年啦，已经。咁啊，讲开咁佢，你就话俾我听，其实根本你成个旅程由头到尾，其实都我唔会坏人监视你，我就系保护你啫，系咪几好？又安全，又肯定唔会有一啲人打劫阿飞诶，卓飞。又唔使担心啊！即系打劫都唔惊噶啦，已经系嘛？唔会有人打劫你嘅，放心。你唔系话你喺身边唔知边度边度有个有对咩三藩市过嚟嘅夫妇嘅吓，佢哋几好啊，几 nice 啊！你已经 confirm 紧啲嘢啦，好似系嘛？诶、哎，真系你唔好督爆我啦啊！就咁咯，几好啊！佢哋几 nice 又招呼你，嗯，啊、有冇请你饮嘢啊？冇，咁啊孤寒啲喎。咁唔系咁啊，倾下偈咁，倾咗几句咁啫。系啦系啦，几好。咁啊，又一路顺风，又开心，嗯，有风景睇，有 UFO 睇，嗯，几好咧，嗯。因为我哋 plan 紧，我哋而家谂啫，谂紧咧就第啲嘢嘅，嗯，咁我相信。我有消息我再同你讲啊。好啊。好啊。今日录住三次先啦，咁俾大家休息一阵啦，半个钟头之后呢，咁可以去呢个妖言惑众啦，咁我又喺妖言惑众嗰度 live。嗱而家呢个唔系 live 呢个录音嚟嘅。今日录音呢日星期六，跟住剪两日，跟住星期二出街。咁如果大家唞一唞啦，休息一阵啦，咁然之后咁就可以去呢个 hkbc.tv 啊，讲埋俾大家听啦，就系呢个妖言惑众啊，咁啊特别版，今日有几位特别嘉宾啊，同埋有啲朋友咁啊上咗嚟，好嘛？咁啊好啦，阿 Phil， 哦 ，thank you， 多谢晒你今日上嚟啊，俾咗一啲资料，唔使客气啊，再有料再爆，有料再爆，好。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系、是、嗱，讲定啦，下个礼拜咧就系、是、MG13 呢个第六季。即系送多咗一集俾大家，咁啊呢一个第六季嘅最后一集，咁跟住就要小弟又要小休啊，因为呢轮即系身体真系差得，即系都几差啦，即系成日病啦，两个礼拜到又一次少少地又病病地啊咁样咧，咁啊要休息一下先，好嘛？好，咁啊下个礼拜 MJ 十三 Season Break 之前最后一集，就到时再见啦。好，唔该晒阿 Phil， 好系咁，拜拜。